好，多谢阿 Yan 小姐咧，咁为我哋演奏呢首歌曲，咁将我哋咧就带到今日嘅开幕仪式。咁呢一次展览咧系以梦活为主题嘅，系想咧表达充满少女心嘅梦想，多到咧好似夏日午后咧喺公园吹起嘅番茄蒲一样，纯真又美丽。可惜啦，抱抱系如此嘅脆弱，一触即破，就好似喺残酷嘅现实里边咧追逐梦想时嘅反应。观乐儿基金会代表马善才先生，澳门漫艺术创作协会会长及香港著名漫画家冯志明，澳门动漫会协会长吕信生先生，澳门零六艺术学会会长吴嘉欣小姐，澳门业余漫画社代表陈建忠先生，澳门人出版社社长张燕青小姐，江门青年会代表罗彩燕小姐。好，多谢各位，咁请我哋嘅工作人员咧，咁攞出我哋嘅彩带。咁攞到彩带嘅时候咧，我哋望一望镜头，咁就先留影一幅。好，唔该晒工作人员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多谢各位嘉宾。好啦，咁咧，好，咁大家俾掌声。咁啊，请各位嘉宾留步。咁今日咧，除咗系展览嘅开幕啦，咁同时都系李圈小姐嘅新书《思源就》嘅发布会嚟嘅。咁李圈小姐咧，为咗各位嘉宾咧，都准备咗佢嘅新书《思源就》作为礼物。咁咧，麻烦咧，请我哋礼仪小姐递一递下。几厚噶，有成300多页噶，咁入边嘅内容都好精彩，我都啱啱未买，不过偷偷揭咗一揭，系好重。好啦，咁咧麻烦我哋望一望镜头去留影。